稍后播映，喜庆集团特约闪婚一百天。好多朋友问我，奇妙电视播咗咁多精彩嘅韩剧，几时会有自家制嘅剧集出现呢？答案就系今晚啦！闪婚一百天今晚全港首播，由台湾男子组合 Lollipop F 成员威廉同埋本地女歌手郑容主演，另外仲有好戏之人吴耀汉同佢嘅仔仔吴家龙，一段浪漫又曲折嘅闪婚情缘，玩意眼前。点解佢唔可以调翻转体谅一下我嘅呢？结咗婚之后就两个人嘅事。我介绍咗咁多精彩嘅节目，大家记住准时收睇啊！拜拜。睇有线啱晒 key， 开心啲。中外猛片、热门剧集、揭爆热辣辣娱乐新闻，仲有知识与趣味兼备嘅纪实及儿童节目，用埋自选点播同频道重温，想点睇就点睇。仲唔快啲打18328888或上网登记有线电视服务。本剧集系由喜庆集团赞助播出。故事结束开始都把握到吗？光阴耗尽了不可笑吗？若要戒掉痛苦吗？学会坚持挨过这变化，别再假装天真不理他。想挣扎是吗？想摆脱是吗？重回动荡日子多可怕，才会珍惜今天相处吗？准备拍拖人士，准备求婚人士，准备结婚人士，或者准备离婚人士，好听住啦！好耐之前，上帝创造咗宇宙同埋我哋呢个地球，喺我哋个地球上面咧，有超过1兆嘅物种。咁多物种入边咧，最神奇都算系我哋人类啦。嗱，其他嘅动物咧，雄性同雌性一啱 feel 咧，就自然会交配喎。但我哋人类咧就要有婚姻制度。咁啊，讲开婚姻呢样嘢啦吓，现代出现咗一个词语，就叫做闪婚。想当年，上帝创造咗亚当，又攞佢一条肋骨制造个阿夏娃出嚟。咁啊，佢哋两个咧就冇得选择噶咯噃。当时就是一见钟情，命中注定一定要做两公婆。咁其实嗰阵时已经证明呢个地球啊有闪婚呢样嘢啦。嗱，所以啊，我哋一遇到啱 feel 嘅人咧，就好极速闪婚啦。原来咁样先至系浪漫噃。半个小时前就应该到了，定啲嚟喎！你放佢走咗去咩？入去执执个靓仔样，再嚟接翻你老婆啦。喂，贤婷，系啊，仲未见到佢啊。总之我一接到佢，即刻送佢过嚟。OK， 好啦，拜拜。贤婷。台灣仔咧係唔同啲噶，係啊，伯母咧其實咩伯母啊，改口叫媽咪。你好。
我是燕田。Ryan 啊，其实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叫咩咪讲啦，面都红晒咁。啊，系咪喺日本识咗格妹咧？唔系啦，唔系。唔系，咁都一定应该有艳遇噶啦。睇你个样子，你又知啦，你咁耐冇拍过拖啦，咁又啊 dry 咗咁耐，仲想 dry 几耐啫？其实我要结婚了。啊，结婚？台灣仔咧當個冰淇淋社唔同啲噶，阿海兒咧，你仲化緊妝啊？海兒還沒到。黎海兒，你中燒刺傷大刀啦，好痛啊！唔係嘛，拖都未拍，點結婚啊？左手同右手夾，不過唔係喎，究竟係啲乜嘢女仔可以打動到你呢個宅男嘅芳心嘅咧？我覺得應該是她非常可愛，然後也許是我爸爸從小對我的教育就非常嚴厲，所以造就我現在很規律的個性。但其實我根本就不喜歡這樣子，不然我也不會一個人跑來香港。唔好意思，我電話先。喂，哎，淑芬，接到了。你穿高踭鞋点快啊？鬼叫你迟到啊！咁我只脚好痛啊！而家我老公嗰啲到咩啊？你觉得咧？最迟系你啦。咁我妈咧？我架吓，咁嚟咗啦，争你咋？哇，咁好嘅，有个车。哎，你快啲上车。你只脚痛唔痛啊？好痛啊！你快啲上车啊！吓。你爹哋媽咪咧？仲未到啊？我媽媽前幾天剛肺發炎，所以她來不了，唔好意思啦。個肺又會咁啱呢幾日發炎嘅嗬？等她好了之後，再過來香港跟你們打招呼，大家一起碰面。到時先算啦。恭喜曬姐夫。好啦，你應該是叫我子朗得噶啦。不過唔好意思啊，今日我太太咧帶咗個女去面試啊，咁所以嚟唔到。唔緊要唔緊要，反正之後還有機會嘛。怎麼沒有看到外父咧？但係你有冇諗過，可能你啲時間唔好遇到咁問就冇事咧？點會係為我特登遇到咁問嘅咧？咁如果真係識得遇嘅就唔係我啦，係咪？唉，真可惜你到而家都冇面過。睇下你今日結婚啊，你做咩啊？你婚紗咧？咁我啱啱落機，我邊度會有婚紗咧？同埋點解一定要係著婚紗先至係可以去結婚嘅咧？拆咗頭髮佢啊嘛，拆咗佢啦，好啲啊。係啊，係咁意啦。見係你就係咁意，將啲頭髮拆落嚟啦嚇。好，誒，俾埋你。他这样的古灵精怪的生活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我真的蛮喜欢他的。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话时话，那个女仔做什么？她是一个 freelancer 的插画家。哇，艺术家你都识埋添，真系冇。系，你未同我讲你点样识佢咧？我哋咪喺日本識嘅咯，嗰個 trip 其實都幾浪漫噶。有幾浪漫咧？就係好似你睇電影嗰種嘅浪漫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估都估唔到㗎。
不過講真啦，你份人平時又咁中意知整，同啲藝術家會唔會唔夾噶？這一點我有注意，所以應該不會是個問題。咁即係話説咧，我嗰次嗰個 trip 去日本，就真係好想去睇下嗰個青木原樹海噶嘛。咁話曬嗰個地方都真係咁靚，雖然係有少少危險。咁我嗰次去到咧，就行到一個樹林裡面，行下行下，點知真係無啦啦有一隻熊走咗出嚟喎。然之後咁嗰隻熊出到嚟，咁我見到我梗係呆咗企喺度，唔識點樣反應噶啦。咁啊真係喺嗰刻唔知點解。在哪一度又有條友飛咗出嚟，企喺我面前，對住只熊人同只熊對視喎。咁嗰刻，我梗係覺得哇，呢個人好 man 啊，咁樣噶啦。咁真係隔咗一陣，只熊人真係走咗咯喎。我已經比之前好很多了吧？咁好咯。咁你放心啦嚇。即係平時我翻工準時嘅日子咧，十個數字都數曬噶啦。但係你結婚嗰日，我一定會準時到嘅。那我不就好大的一個面子嘛？梗係啦，我哋會兄弟嚟噶嘛。個重點係原來識講廣東話噶，雖然就唔係好正，但係你知道即係女仔去到另一個地方，見到一個人同自己係講同一種語言，嗰種親切感係幾咁。親切㗎啦，咁所以我哋每一齊咁樣傾下偈啊，第一日又約出嚟，第二日又約咗出嚟，第三日咁樣如是者，日日都約咗出嚟，然之後去旅行啊，傾偈啊，你明唔明啊？唔識講係咩感覺，總之就係好有感覺嗰種感覺，咁咪咁咯。我又唔係好明啦。點解一個咁中意自由嘅雀仔會突然之間落地嘅咧？I love you in and out and up and down. Sorry 啊。我來幫你吧。I never knew I could or if I would find a lover how I should. 哇，你買這麼多，怎麼帶上飛機啊？你唔知啊？而家喺機場買嘢有免費送貨服務噶嘛？咦，我哋咁啱同一班機啊！咁如果雀仔遇到啱嘅人咧，都會諗下可以考慮下改變下自己嘅生活模式嘅，試下，試下，試下結婚。你今天真的特别帅哦！唔好搞啦，乜啫？我哋都结婚咯，咁大个女啊，仲冇嚟正经。诶，朱姐，你攞？恭喜晒我家姐！咁客气啊，细佬。嗱，可以大个女噶啦吓，你话咗唔会喊噶，唔好喊啦，最怕啲人喊啊！结婚到嗱，总之你揾到个人照顾你咧，我就放心晒噶啦。阿婷燕啊，唔系啊，人哋叫燕婷啊，系啊，燕婷啊，你以后咧要好好照顾海怡啦吓。妈咪，放心啦，我会的。喂，点解一定要系佢照顾我？我可以照顾佢喎都。睇下点啦。唉，时间都差唔多，我哋行啦好嘛？哎，行啦，好啦，行啦。海怡，本人喺职责上需要提醒你哋。根據婚姻條例所訂定的婚姻是莊嚴而且帶有約束力的，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因此阮燕婷和黎海怡你們兩位的婚禮雖然沒有世俗或者是宗教的儀式，但是當你們對著本人和那麼多位在座的人士面前承認對方是自己的配偶並且簽名為證之後，兩人就正式結為合法夫婦。好了，
而家请两位新人站立宣读誓词。我前制作过的见证，我袁彦田愿意处理黎海怡为我合法妻子。妻子，妻子，算了，我是讲国语好了。我阮燕婷愿意娶你李海儿为合法的妻子，我愿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贫穷还是富贵，疾病或是健康，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我承诺，我对你永远忠诚。我请在座各位见证，我黎海怡愿意嫁阮燕婷为我合法丈夫。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健康、疾病、顺境或逆境、富贵或贫穷，我将会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天长地久。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请在婚书上面签名为证。我现在正式宣布，阮燕婷、黎海怡正式成为合法夫妇。妈妈，我终于结婚啦！多谢妈妈，多谢。老公，老婆，辛苦晒啦，大家。多谢，多谢。拜细佬。拜拜家姐。拜姐夫。拜拜。Thank you。玩开心啲啦。Thank you， 拜。那你呢？什么时候搬过来？而家咯。什么？咩啊？我而家是你的老婆啊嘛，咁我梗系而家搬过嚟噶啦。可是我还没准备好啊！你不是说过几天再搬过来吗？准备什么？我要买床啊！我想说等你旅行回来，我们再去买啊。那现在去。好啊，给我点走点啦。哇，你睇下，好得意啊！只有49.9折。放着吧，我们在买床的，床应该不是在这吧？切，唔使咁讲啦。咦？你睇呢个几得意，好似水点咁样啊！我想买呢个。想买这个，但我们是来买床的。别买了。我唔买咯，但系你使唔使咁沉气呢？我哋识咗咁耐到而家，都未真正行过街。不如我哋行下街先啦。好啊，那就逛什么分钟啦？唔系嘛，行街都要计时。哇，蜡烛啊！你买这么多蜡烛要干嘛？家里又不是没有灯，而且我们只是买生活的必需品啊。咩啊？呢啲系必需品。怎么个必需品？你说。咁？烛光晚餐啊嘛。我哋结咗婚，今日系第一晚，我哋系咪应该食个烛光晚餐，浪漫一点啊？同埋会停电噶嘛？咁停电冇灯，咁点蜡烛咯？必需品。好，拜给你。
快啲啦！我们都逛了一个钟。咩啊？仲有好多杯杯碟碟都未买。可是呢，家里都还有啊。喂，你知唔知咧？其实一个人嘅私人物品放喺边度，系好反映到佢对嗰个地方嘅归属感噶。而家我系好努力咁样喺度增加紧我对你屋企嘅归属感啊！好啦好啦，反正从你嘴巴里讲出来不合理嘅东西，也会变成合理啊！哎呀，好得意啊！重选碗啊！放着，这是不同形状的，但系好得意喎。不同形状的不好整理啊，但是咁你嗰啲即系一模一样嗰啲，你唔觉得好闷嘅咩？那就不要买啊，家里还有啊。咁我买杯都得啩？可以啊。诶，咁呢啲得啦啩？我买翻自己只杯放屋企。可以， okay? 但不可以买那个，那个凹凹凸凸的，那个什么猫咪，这样很难清理哎。点样凹凹凸凸啊？你清理系里面啊嘛，里面都冇凹凹凸凸。买这个吧，刚好我有一个。啊，这个白叔叔好闷啊。白叔叔好冷啊，这样我们就有一样的情侣杯。我以为从台湾过来的男生呢，都很有 taste 的 team。这是香港人对台湾人的误解，哪有那么多搞文青的、啊？而且我是搞管理，又不是搞文化的。咁香港真系啱晒你啦！终于来到买床的地方了。好好食噶！老板老板娘拣床褥噶，美梦牌床褥，出名靓料又耐用，埋嚟睇下啦喂！好啊！安心牌做紧大减价，床褥买一送一。买一送一，系啊，真噶，买一送一啦，太夸张了吧！嗱嗱嗱嗱嗱，有安眠专利技术，包你一秒瞓着啦，正喎！好，唔该唔该唔该，随便睇下随便睇下，有咩需要揾翻我喎？好啊，好好，好多款啊，点拣啊？还好你老公做了很多的功课，来坐着，跟您说，在这个弹簧床呢，有四个品牌表现的比较好。巨人牌跟这个安心牌呢，因为它有这个独立筒的技术，所以在承托力的表现比较优。安睡牌呢，它有这个竹炭布，所以它好像在耐用度上被网络上的朋友们公认表现很好。至于睡美人，它有这个安眠技术，据说呢，好像睡的人都睡眠非常的不错。不过睡得好不好，这是见仁见智啊。别再说我真系衰找噶啦，不如我哋试埋嗰张先啦。嗯，好啦，我做了很久的功课，你有没有专心在听啊？ I love you in and out and up and down. Sorry 啊。我来帮你吧。I never knew I could or if I would find a lover how I should. 哇，你买这么多，怎么带上飞机啊？你唔知啊？而家喺機場買嘢，有免費送貨服務噶嘛？咦，我哋咁啱同一班機啊！你再講，我真係衰找噶啦！不如我哋試埋嗰張先啦。嗯，好啦。我做了很久的功课，你有没有专心在听啊？唔系啊，点样听你嗰啲咩咩承托力啊、舒适度啊？你睇嗰啲资料就咁睇嗰啲数字，你可以 fail 到的吗？试埋先啦，好唔好？哦。哎 ，baby， 你在干嘛？我在试床啊。不要这样试啊，这样子会被骂啊。你要咁样试先试到佢够唔够弹噶嘛？好啦好啦，不行哎，我觉得太软了，我比较喜欢硬一点的，而且我觉得它的承托力可能会有问题哦。而且这张床也不在我刚刚做的功课选项里面啊。唔系喎，我觉得几好啊，啱啱好啊。不行啊，太软了，不然我们在这边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选项嘛。老板老板啊，两位是不是有买床褥的烦恼啊？其实我们公司是有这个100日试用服务的。
真係噶？我哋公司就係知道尊貴嘅客户就係需要啲時間嚟去適應張牀，就好似男女朋友咁啦。你哋要拍拍拖先知道適唔適合結婚噶嘛。所以我哋公司就有呢個100日嘅試用服務，喺100日之內，只要你哋對張牀有任何唔滿意嘅地方，我哋都可以換過另一張俾你哋，甚至原封奉還。好吧，那就選這一張吧。就係呢張。但係你頭先話唔中意嘅喎。反正还有试用期嘛，睡不惯了再换咯。对啊，好吧，就买这一张。就买这一张啊，今天落订啊嘛。嗯，系啊。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送单啊？最快都应该起码听日喎。听日？我哋唔得喎，我哋赶住今晚啊。不然我们今天叫货车送就好了。唔得，咁啊蚀咗佢个免费送货。嗱，靚仔，其實咧，我哋兩個今日先至啱啱結婚，我哋真係好等住張牀用啊！不如你幫下我哋睇下今日得唔得啊？咁啊，我都要 check 一 check 睇下有冇同事得喎，我幫你安排一下啦。真係靚仔嘅啫，多謝你啫。不如不如，唔好係，恭喜曬你哋兩位啊，真啊！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耶，我們找到床啦，小朋友。再來啦，回家啦，放假啦。上来，就是这边，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 sweet home。哇，你屋企都真系好整齐喎！整齐有什么好惊讶的啊？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吗？咁我觉得屋企系有啲凌乱味先至正常噶嘛。这是什么奇怪的鬼道理啊？你还真的就随便丢了？好舒服啊！当然啦，这沙发是我特别挑的，它是符合人体工学，可以改善你的坐姿，减少你的肌肉疲劳。哇，你买张沙发都咁讲究嘅？当然啦。我觉得咧呢度咧真系好靓，好舒服嘅。但系咧啲颜色净系得啲黑色啦、白色、灰色，好似可以多多少少颜色咁。所以咧，我头先行街嗰阵时候买咗好多嘢，谂住装饰间屋啊 ，colorful 啲好吗？好啊，你点话点就点咯。好啊，我买咗呢个啦，呢个啦。等等等等等等，肉盐啦。你刚刚不是说不买它吗？它怎么又出现了呢？诶，我都不知道哦，点解佢喺个袋度嘅？咁不如咁啦，你而家快啲去休息一阵。跟住你出翻嚟之后咧，呢度咧就会焕然一新，唔同晒噶啦。不管你爱怎么放就怎么放，但请你只要把你自己放在这个家里就对啦。嗯，真的吗？真的。咦，送床啊，床到啦！哎呀，你好，送床褥，阮生。请签收。系咧，我听啲同事讲话你哋今日新婚，恭喜晒，新婚快乐。多谢多谢。系，你哋又会买床都买得咁急嘅？我今日先接 order， 转头而家又送货啦。你哋两个唔系玩闪婚系嘛？你又知嘅？唉，闪婚依家好闲嘅啫。唉，唔好讲咁多，我同你搬入去先。系啦。几楼啊？二楼你这个叫做包熬金。唉，你讲正啲先好话我啦。是要把它铺好吗？对，把它拉好。掉进去。OK， 搞定。啊，试下先，哇，正啊！正啊，舒服吗？舒服啊。我们不是要试床吗？现在没试紧咯。试床不是要
激烈一点点吗？我知啦，你头先其实一直都好想，但系唔敢，系咪？嗯，你都知啦。梗系知啦，你而家好想好似我头先咁样喺家私铺系咁跳啦！哇，系咪好 feel 啊？唔系吧？不是这样子吧？抽筋了，啊！我还好吗？我抽筋了，你干嘛抱住我的身啊？我，啊，哎呀，有没有好一点啊？哦，还痛？休息了。休息啊。休息了。好点吗？还差一点点，啊。这样呢？嗯，正在休息。你嗰话，哎，唔系唔系，哎，仲有啲嘢想俾你睇啊，你过嚟先啦。做咩啊？快过嚟睇下。靓唔靓啊？好靓啊 ，baby。你仲话乱买嘢喎？如果唔系头先嗰度买啊，点样整到呢度咁靓啊？我靓唔叻啊？靓，我老婆最棒了嘛，是不是？梗系啦。我哋今日结婚第一日，不如我哋喺呢度食饭哦。好啊，新婚愉快。嗯，都祝我哋嘅大床100日之后都唔使换。这是什么愿望啊？唔系啊，咁你会唔会谂下我哋10年之后大家系点样啊？我谂过，10年之后呢，我们应该会有两个 baby，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有很大的天台，一样看着漂亮的海景。嗯，我觉得咁样好似有啲闷。其实咧，我喺日本翻嚟最尾嗰日，我画咗一幅画。So sweet 啊！我好希望咧，我哋大家10年之后可以喺一张游轮上面，呢个系我，呢个系你，一起环游世界。那这跟现在蛮像的啊，一样看着海景。边度同啫？咁我哋而家喺呢一度嚟嚟去去都系呢个海嘛。咁如果系搭游轮环游世界嘅话，咁个地方咪更加大，见嘅嘢咪更加多咯。嗯，好的。不管以后我们在哪里，只要有你在我身边就够啦。真系？系啦。咁但系你仲好似有3个字未讲喎。我娶你不是讲过了吗？不是啊，另外一个啊。好，那我说了，我爱你。大声一点，我听不见。我爱你。唔系啊，你起码都要系你可以，我爱你啊。小声点。邻居会听见呐。没关系。啊。李海儿，我爱你。开心了吗？开心，那我们新婚愉快。新婚愉快，嗯。由大学开始咧，我就成日自己一个人周围去旅行。嗰时我做好多 part time 噶，就系为咗储钱去旅行咯。一个人去旅行咧，去到唔同嘅城市，行唔同嘅市集，参加唔同嘅活动。嗰种自由自在嘅感觉，我真系好享受噶。不过越去得多咧，就越发觉，虽然沿路识到好多人，都唔及一个可以同自己一齐行嘅人咁。有时见到啲好靓嘅风景，但系身边又冇人同我一齐分享。想影相又要影 selfie， 喺街度参加啲好热闹嘅庆典嘅时候，都冇人陪我一齐尖叫嘅。我一路都以为咧，我习惯咗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啊。但是我有时候又会想，如果有个人可以成日陪我一起去旅行，那就好了。哇，你做什么？我好空虚，我寂寞，我冻啊。冻？冻你就冚被啦。I love you in and out and up and down.Sorry 啊，我来帮你吧。I never knew I could or if I would find a lover how I should.
哇，你买这么多，怎么带上飞机啊？你唔知啊？而家喺机场买嘢有免费送货服务噶嘛？咦，我哋咁啱同一班机啊？冻，冻你就冚被啦。你怎么都不会想要睡觉啊？我不困啊。我们刚结婚第一天，不是应该要做一些运动吗？做运动？做运动好啊，那你等一下。啊？当没啊？还要等一下？喂，等下我过翻去两招先。你讲乜嘢啊？扮嘢啦，兄弟一场，呢方面我有好丰富嘅经验，绝对帮到手噶。我堂堂一个大男生，还需要教什么？我哋而家咧玩一个游戏，就系抽一张卡，然之后咧就做嗰张卡嘅运动。咁我哋一起做运动，好，快点抽。这要做运动啊？是啊，你说做运动吗？啊，好，这个好。哦，十九。八、七、六。唔系咧，听我讲啦。通常女人软弱嘅时候就系最好嘅时机。当你发觉佢好需要人安慰、好脆弱嘅时候，你就好温柔咁样同佢讲：等我安慰你、保护你。咁样通常佢哋都会好冧噶。轻点！啦啦啦啦啦啦啦！不要动啊！哦，好。还有四下，三。一真的会、啊，可以换另外一个了。还有一个，对，来来来，来啊！哇，十点多了，怎么了？不要玩了啦！什么？快点睡觉吧。嗯，睡觉，睡觉，睡觉。早餐哦。啊，多谢老婆。不客气。讲真啦，你份人平时又咁中意知整，同啲艺术家会唔会唔夹噶？这一点我有注意，所以应该不会是个问题。嗯，起床啦。嗯，不起啊。起床。不起啊，就头啊。起床吃早餐啊，老婆。我不吃了，我昨天晚上吃了好多水瓶，我有点中顶局啊。你知道这个薯片一包有529大卡哎，我们要跑10公里才可以消耗。起来啦。不行。哎，起来。咦，啊。哎，啊！你变态的吗？老婆，还唔系好精神啊？啊，试试啦。你中唔中意我哋九床父母啊？啊？啊 ，OK 啦。来，赶快整理自己的床，整棉被。啊，好啊。你知道我以前啊，当兵的时候只有5分钟可以整理，如果迟到的话，班长就要叫我们做100下俯卧撑。真的吗？我现在就罚你做100下俯卧撑。快点啊，我赶走班工啊！起床吃早餐，快点。不行。爱爱爱爱爱
的宝宝。老婆，你要我抱你，不用唱这什么奇怪的歌。抱。早起。吃早餐。哇，好香啊！来，蛋饼。耶！你头发怎么也是湿的、啊？怎么不去吹一下？不吹了，因为吹得多会干，又环保，快点啦！你妈没有跟你说头发湿湿的以后会偏头痛吗？哎，没关系，吹得好多咧，啲头发会好干。这边。这边啊。唔好食。吓？做咩啊？吹完头发再吃。吹什么？吓？你吹我个头，又唔系吹我个嘴，点解唔可以一路吹一路食啫？我爸爸说，做事情呢，只能一心一意的做，不能三心二意。看事情好像做的很多，但其实没有一件事情做的完整的。OK 啦，好啦好啦。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那就乖乖的吹头发，好吧？好了，那你就吹了。舒服吗？还可以。搞定。啊？咦？哇，你醒噶？怎么样？这个房子还有其他人吗？你唔中意啊？你那么厉害啊！你连计都识弄嘅。弟弟，这是什么？你中年脱发好严重哦！什么中年脱发？正常女长头发，女人都系咁噶啦，呢啲系正常新陈代谢啫嘛。黐线啊！你这就是没有吹头发的缘故。算了算了算了，我等一下找东西吃吧。我明天早上煮饭给你吃咯。好啊，那我明天叫你起床。你做早餐，我去跑步。好，几点？五点钟。OK， 五点。再五点。还是我做早餐，你做晚餐。OK。那你记得，在我书房里面电脑桌上面有第二条第二行，有一个私人生活的盒子。上面有 Dina 的 folder， 你把它打开，上面有菜单，那材料都准备好在柜子里面了。台面第二行第二排。对。OK 啦，喂，但系你几点翻工噶？差唔多了，记住啦，晚餐。我翻工了。好啦，拜拜。
小姐，有咩可以帮到你？我唔见咗本画簿啊！结咗婚嘅男人系冇办法控制佢嘅时间，亦都冇办法控制佢嘅灵魂。汤圆跟花枝丸有差这么多吗？搞唔掂啊！厉害了！你在干嘛？你整天在家里，什么事情也没做。你啲衫都系我接噶。这样才叫折嘛！喜庆集团特约《闪婚100天》，听晚8:30，奇妙电视77台。